走进萌宠世界，发现更多乐趣。Hello， 这里是萌宠俱乐会，我是小小。象海豹是一种行动缓慢、反应迟钝的动物。当人们悄悄来到它的身边时，象海豹竟然会毫无察觉，并且继续在沙滩上睡大觉，就好像这片沙滩上就只有它自己似的。不过这只大家伙也非常接近人。这天，男子和朋友一起来到海边玩耍，正当男子们在岸边休息的时候，只见一只海豹竟然爬到了岸上，还径直爬向这几名男子面前，时不时地发出声音，好像在说，你们是谁呀？这乖巧的模样简直像个孩子。男子们也被海豹的举动给逗乐了，忍不住拿出相机把这有趣的一幕记录了下来。镜头一转，一只肥嘟嘟的海豹直接趴在女子身上撒起娇来，真是不把自己的体重当回事儿。不少网友看到这一幕都纷纷表示，这只海豹怕是成精了吧。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留言互动，小小会每天翻看留言区回复哦。想看